就在走路，然后路边有一个就是红包，然后我就想捡。然后我朋友说：“哎，这个不行。”哦，对啊，他说就是因为别人会把他的就是洗掉的，或是什么的冥婚，对对。哦，就还有过世的人要嫁给你，跟你结婚。哦，我说：“哎，这个很恐怖哎。”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女朋友啊，所以我觉得冥婚也好，好像不错。我觉得我自己的照片放里面啊，或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就是他们要帮我放啊。你也要用这招，嘉明的味道很好记的，喜欢台湾热炒田鸡啊。是黑伦带我们去热炒店，然后我们到那边，然后订那个田鸡。对啊，因为我们看那个自由鸡的，对，有 chicken 的，所以我们就点，我们就开始吃，那个很好吃啊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我们就一直闻，哎。但是这个很奇怪，它的骨头就是小小的那个，哦、对对对，不一样，跟鸡的也不一样。然后我们就问老板，哎，老板，这个是鸡的哪里？哇哇！老板说，这个不是鸡啊，这个是呱呱。我说，哇 frog， 哇 frog，what the frog？frog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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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候就已经吃很多了，好吃了。新北市那边有那个摩托车瀑布。哦，对，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桥下来，台你看不到地面了，你看到路面，那整个桥上下，哇，那个壮观，上班时间全部都是。哎，这个还上了那个美国的那个杂志。对对对对对，台湾奇景 ，CNN 也都有。那边我上次有拍给我妈妈，她说好像他们的人比我们国家多呢。我说对，这个桥上面的人就比冈比亚的人多很多。讲话都能夸张，太夸张了啦，太扯了。另类求桃花，求你求什么桃花？你帅帅的，然后学历又高，干嘛 ？Handsome boy， 就是我，就是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吧，就在走路，然后路边有一个就是红包，然后我就想捡。然后我朋友说：“哎，这个不行。”对啊，他说就是因为别人会把他的就是。死掉的或是什么的人，就是把他们的照片放里面。冥婚哦，对对，是冥婚，对对。哦，就还有过世的人要嫁给你，跟你结婚。哦，我说哎，这个很恐怖哎，可是我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女朋友啊，所以我觉得冥婚也好，好像不错。冥婚也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，不是说冥婚也好。哦，我觉得我自己的照片。放里面啊，或是我的电话号码，就是他们要帮我放啊。你也要用这招？对对对，你都要用吧？是，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要走掉的人才可以。对呀，哎呦，嘉明也去酒店了。第一次去那个林森北路跟朋友，然后就在路上看到那个姐姐跟我们说，哦，要不要跟我们聊天啊，认识啊，陪我们聊天吃饭。所以我们说，就聊天吃饭就可以啊，不会说 why not？然后我们就进去，然后就开始聊天，然后就吃饭，吃那么多，喝那么多啊。然后跟他聊天，然后我们到时候我们要回家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要付钱了，小蛋鸡嘞，要付钱。因为我们以为就是他被打，被打完了。你以为你刘德华，每个人免费要付，每个人要付2万块，2万块钱哦。哦哦，你应该去到比较高级的。你有摸他吗？你有摸他吗？没有。啊，那你可以摸。哎，不行啊。那个2万块有串在里面。真的，真的，所以我就觉得，哎。如果是夜店就可以摸摸，如果我们有摸摸的，如果有摸，然后就可以了。但是没有摸，2万块，要先讲清楚啦。他是气啊，没有摸到，还不不懂消费情况啊。对啊，他不知道。我觉得，我觉得如果是有亲亲的，有摸摸的，我觉得2万块。OK 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太贵了，但是什么都没有，色鬼，下次我带你去，不用付钱。